有一种配对节目是这样，就是他们夫妻可能就是就是有一些问题，然后他们就是来配对，就是变成说啊，他夫妻来配对，然后有点像是换夫换妻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通常不管是你有时候会是老公，有时候会是老婆，就会开始就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就会觉得我还是觉得你最好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之后这种节目做完之后，可能他们原本夫妻可能感情更好之类的。